今天虽然没有找到，我们可以明天再来。至少现在已经有线索了，不要灰心。我不会灰心的。走，上车。哎，小心！有没有受伤？没事。你呢？你有没有事啊？受伤了？手受伤了？没关系，一点小伤应该。没关系的。谢谢啊。医生怎么说？哎呀，一点小伤，没什么大事儿。大夫还非得给我包扎一下，放心吧。你看，跟我在一起就是会倒霉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来，坐。不要总是把责任推在自己的身上。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，没事。反而倒是你，你没事比较重要。你知不知道那样对你很危险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可是我得保护你啊。那么紧急的情况就不要想着保护了吧，先管好你自己。可是你在我心里更重要嘛，能为你做点事情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你这次要是出什么意外，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我保护你，不是为了让你内疚，是为了让你以后也能一直开开心心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是真出了什么事情，你也要记得把我给忘了啊。呸，你不要说这种话。呸呸呸。好了，我们回。